迎收听《靡靡之音》第一集的前奏曲，我是大米。今天是9月3号，2015年，是大米自己规划了好几个月之后，终于要实现的故事车环岛即将要启程的晚上，已经接近半夜了。那这一次跟我搭档一起要环岛的是我的妈妈，她这个时间已经精神快撑不住了，可是我还是拉着她，希望我们可以在故事车环岛之前有一个小小的我们互相回忆一下，然后互相加油打气一下，因为明天开始环岛，其实整整一整个月应该有很多冒险啊，或者是很多新奇的事情都在等着我们。而为什么我会找我的妈妈跟我一起这一次的故事车环岛，我要跟她一起聊一聊，也让大家喜欢听靡靡之音，期待着听靡靡之音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大概知道个原因。妈妈，我的妈妈，我亲爱的妈妈，我的妈妈姓廖，妈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介绍呢，我可以介绍是廖小姐吗？妈妈，妈妈可以说话，直接说话没关系，拿着麦克风就说话。好啊，给你介绍啊，因为我很荣幸啊，这把年纪的有这个机会，跟着你来，这个。到处玩，全省这个巡回访问啊，有机方面的啊，农作物真的现在是很值得我们去了解的。哦，我感谢，我真的是很佩服我妈就是哦，我现在是在对着那个靡靡之音的听众说话，我不是在对着我妈妈说话，因为他算是很厉害的那种，就是来宾会帮主持人拉回主 key， 就很快就已经切入重点说，哦，我们今天的重要的任务是因为我们要环岛去拜访有机的农民，然后去了解农作物。可是嘛，今嘛还得待几先坑点兵啊。我妈妈讲台语很好，很厉害，那当然那是他的母语，所以我的母语，我的母语当然也是闽南语。我们接下来用台语的跟我妈妈聊天一下好了。妈妈，有，我拄只一开始哈，我就讲大家好，我是大米。你敢袂问看麦啊？讲为什么我查某囝当时名变成叫大米？你又看麦啊咧？我嘛在想讲。嘿，阿奶雄雄听到讲是大米，我查某囝人雄雄是当时啊改名叫大米，我阁唔知咧。你又看麦啊咧？我又是因为这回要环岛，所以咧，伊就想起这个名，和这个名，就是甲咱要来环岛，甲咱咧这个有机农田呐，哈，甲咱有机农田，咱即个。拢有嘿，要来结合，要来，大家要来安尼吼啊，这个打成一片，嘿，来了解一下安尼。都因为安尼，我需要改名哦。嘿，安尼都你爱就好一个名，无啦。哎，好一个秘密啊，都要来了解咱所日常生活的米，嘿，是安那叫养生，是安那叫做有机，安那你都是米。哦。不过嘛，我真正无想遐济讲，我你误会我。我伫一年前搬来宜兰进前吼，我都已经叫做大米啊。我伫咧别个所在做节目的时阵，因为啊吼，妈妈你搞我的名，我叫做琼梅啊吼。啊，结果咧，我伫台北做节目，啊，我一个来宾吼，我。就介绍了哦，谢谢主持人琼美啊，就见面就熟悉啊。结果过一两礼拜了，伫外口小拄着哦，我就足欢喜的，甲这个来宾要打招呼，嘿，你好，某某某，你好。结果伊嘴开开啊，叫我的名叫袂出来，怎么叫咪咪？不是，因为琼美这两个实在是对人来讲，对足侪人来讲，记袂起来，名必为个足侪。所以我就那当中跟我讲，
啊，好啦，啊无得改。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常常听到是大人还是厝边隔壁拢叫我阿米阿米啊大米大米，我都改好这大米。我今麦趁这个机会，我嘛想说问我的妈妈，为什么我细汉会去哦厝边隔壁叫阿米？你敢捌听过？哦，啊，因为你都做囝的时阵，你咧行路，你都是安尼啊，慢慢啊，慢慢啊，一步一步一步。啊，你都知影真卡人饲啊，就是安尼，迄啊在行，就是安尼，扑一扑一，一步一步安尼啊。原来是安尼。是啊，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小时候有那个绰号了。嗯、我所以嘛，不是讲因为名有一个米，所以互叫阿米，不是是真的。我行路细汉像啊，像鸭子走路就是了。对，啊，一步一步扑一扑一，对呀、啊。听起来是蛮难过的，因为想起来那个走路姿势是蛮难看的。妈，我今麦行路干要会安呢？今麦别安呢啊！今麦行路是一个是一个美女。哦妈，各、欸、地人莫千万莫讲，是一个没关系。今麦行路是一个迷路行路有风，哎、欸，看起来够会大风啊！妈妈，咱做这部千万莫安呢，各地人安尼播，真正大家听了。鸡皮疙瘩会掉满地，不可以这样子。我也很不习惯妈妈开始会赞美女儿耶。妈，我祖细汉哈，其实侬妈出来家庭教育用管教个做严格诶，所以讲今麦可能是查甫囝嘛年纪大，拢无带伫身躯边，所以所以姑姑看一届真正查甫囝都是足水，无像细汉那样咧行到那阿咧安尼踱一踱一咧。听起来真的好开心哦。米米之音的第一集的序曲，大米自己就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，解开一个很大的谜团。所以妈妈，我会合作大米，就是原因是安尼啦。啊，自从我合作大米了后，果然啊，我伫台北做的节目，大家拢做好记，啊嘛做好记诶。啊，结果那你知影遐年啊有缘分哦，很有缘。一年前我搬到宜兰来，啊，就开始接触在。小农啊，友善耕作的农民啊，已经熟悉足侪朋友诶。哎嘛，哦，大家交杯都足方便呢。哦，大米哦，大米。所以妈妈即届诶，咱要环岛诶故事车哈、哦，我都改合作，改咱的节目合作《米米之音》。啊，真好啊！啊，我拄啊嘛想着讲，妈妈，你有捌饲过一只猫，你甲合作秘密对无？对啊。你有想着你的秘密对无？我想我的秘密啊。所以想想咧，咱个咪咪咪咪这两个缘分是真深哦。嗯，对哦。阿姆哥嘛，所以我当阵和咪咪的时阵，你讲真有虾呢，咪咪咪咪，有虾哦。你阵咧甲我讲这句，因为迄阵你都有这个咪咪咪咪啊，嘛无呢，迄当阵啊无啊。啊，而且你，我会记得你讲你为什么想要甲你饲的猫咪合作咪咪。你讲为虾米？你讲因为以后你想到外婆对吧？想到你的妈妈，对，为虾米？因为猫啊，伊迄只猫啊，就是安尼，看到人，看别人袂啦，伊就到看到我一段呢吼，真奶奶啊，啊真奶奶，看到伊就讲，哎呀，你就这个嘴就是咪咪嘛，咪咪咪咪，就是安尼大心嘛，哦，哎咪咪。咪咪咪咪，安尼大心嘛，安尼啊，那像一个囡仔嘞。啊，这个外妈跟外婆有什么关系？啊，家己外妈就是，恁外妈都因过因看阮就是用，哦，恁回来呀，哦，这个查某囝回来安尼笑面面，嘛是叫做咪咪。哦，看阮回来呀，带这孙啊，带恁回去的时阵，因都啊个足欢喜的。因就足欢喜的安尼，哦，有恁回来呀，哦，安尼足贴心足笑的安尼，啊，就恁那咪咪的安尼，哦，安尼贴贴的安尼，对呀，真大心安尼啦，安尼这个名词，就甲讲足咪咪。所以我大概那登去厝的看到你甲咪咪伫咧做伙的时阵，你拢特别温柔，啊，就是想到恁阿妈在对待。在想到阮当外家，啊，佫带即个孙啊外孙返去，伊迄个感觉安尼。啊，迄只猫啊，就是会安尼生奶，就是安尼迄个眼神啊，啊，迄个动作啊，
啊，就感觉讲，哦，咱回来去看到妈妈呢，诶时阵安尼嘛，足欢喜的安尼啊，嘿，啊，即马讲到这，会乎你心肝头搁较艰苦无？因为咪咪走失了，对不起。因为妈妈走离开我了啊，不是啦，啊，因为咪咪又想说，哎呀，我当初回家，妈妈就像这样啊，我现在对咪咪就感觉是咪咪是当初的我，那现在咪咪也走掉了，所以担心是不会啦，因为人间的是安尼嘛，有来有去嘛。提得提起也放下落安尼啦。你讲个足轻松诶，我会记得你甲爸爸几啊个月以来拢定定啊出门都四界看四界看，想讲会去拄着咪咪无？还快吹掉吧！啊，我今麦妈在讲，嗯，定定去甲吹拢无吹无。是吼、哦，好，这个听咱这部诶人应该嘛真侪嘛拢有饲宠物，我嘛今麦熟识足侪朋友村里拢有饲猫咪诶。所以这个感情大家拢感受得到啊，妈妈，咱今麦吼就是伫咧气功，明仔载要开始环岛，要采访啊，要做迷你之音节目啊，啊，咱大概可以自我介绍，甲大家介绍个家啊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妈妈，咱来甲大家讲，一个月进前吼，我忽然间打电话甲你讲，妈，你对我来环岛。那个时间啊，第一个时间你想到的是什么？你的心情是什么？我想到的就是说，要环岛啊，我对你也无了解，讲你怎样去环岛是要找的对象啊，敢有遐容易找到？啊，人敢有遐容易会接受咱安尼啦？哦，有啦。啊，不过你真紧就跟我答应安尼。啊，我是讲，你既然有迄个勇气，搁有这个目标，才能肯定。哎、欸、啊！但我哎呀、欸，对我目前的时间上嘛，会使，我会知借机会对你来去环岛。哎、哦，阿、欸、妈、啊、来熟悉一寡咱这幽暗的这农友啊。哦，你有较客气哦。你讲你今麦时间有量，你真正有客气。你是一个大忙人，而且你前一阵啊，拄啊好只人工关节膝盖动手术。所以哦，即马要算是伫咧复健的期间，啊，我有朋友啊，就伫讲，甚至是我家己诶厝内诶兄弟姐妹，就甲我讲，你安尼妈妈即拄手术好呢，你要甲带去环岛安尼敢好？所以妈妈，你迄当阵袂烦恼啊？我袂烦恼诶，我想借这机会出来，甲我诶较运动，卖拢去医院做复健，啊，出来运动，啊，有你伫身躯边，我啥物拢唔惊。就这句话就对了啦。好，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母女大米和米妈的行列，明天开始米米之音的环岛故事车要启程了。妈妈，你目睭已经准备睡去了，我要放你去睡啊。好，谢谢，明天再努力。对，明天再继续加油了。米米之音下一集见，拜拜，拜拜。